我们要开始喽。All right, OK, 今天看我的这个打扮，看我的穿着，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你想想看哈、哦，你想想看哈、哦，那些朋友知道的话，你就，很像 Mr. Sam, Mr. Sam 他知道那个答案。So Mr. Sam knows the answer of where we are going today, OK? So all those people who look at where I'm going.你看哦 ，I'm wearing my fisherman hat， 我的那个钓鱼帽，还有我戴着我的那个早安你好的那个毛巾啊 ，Good morning 的那个毛巾哈、哦。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呢？大家还记得吗 ？OK， 好，我们立刻就。你是 trishaw rider 吗 ？Trishaw rider 哈 ，You think it's trishaw rider？ 哎，不是， okay, 不是 trishaw 啊，是，不是 trishaw 啊 ，trishaw man。Trishaw man， 啊 ，OK。All right, I'm going to share my screen. Okay. All right. Okay. Everybody, Jalan SG 呈现 Okay, 很欢迎啊、呈现这个很兴奋的欢迎你们大家 Welcome to transiting at Changi. And 你看我的你 if you look at the Chinese title 啊、那个华文的那个这个题目是。转机在樟宜，但是我那个机呢，我有个危机，有一个危在那边啦，所以我希望用这一个今天的这个带大家去樟宜导览，是给也希望大家能趁这个时候呢，觉得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来转危机的一个机会这样啦哈，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蛮可爱的一个。题目转机在樟宜。那我们今天要去樟宜，对不对？要去樟宜的话呢，首先我要问大家这个问题。首先我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啊，让我找一下我的问题，应该是这一个吧。OK， 大家看一下哈、哦，讲到樟宜啊 ，When we talk about 樟宜啊 ，What is Changi named after？ 这个问题，大家看你的荧幕哈、哦。荧幕上有一个问题，现在哈问你 ，What is Changi named after？ 樟宜为什么叫樟宜？它这边有四个答案，做了 four answers， 有四个答案。So all you need to do is just press one of the answers， and then below the box there is a blue color button called submit。You just press submit， then 你就可以告诉你的答案。所以选那个答案，有四个答案，对不对？一棵树的种类。一只鸟的种类，或者是国会部长，或者是李光耀的那个什么宠物狗，所以你们只需要选那个选那个答案就对了。好，选答案啊 ！Come on， 快，来帮我选，没有错，我跟你讲，没有错，没有对的 ，OK？No、okay? wrong, no right， 大家只是我们都是开开心心的，选你觉得对的答案是哪一个就可以了啦。好 ，OK。我们现在一分钟过了，我跟大家分享。Oh my God， 我们有十二位朋友 ，we got 12 friends 啊，都选了樟宜是一棵树的种类。Wow， majority chose the answer is tree 啊，大家是猜的还是已经知道这个答案了呢？很厉害嘞，你们真的很厉害嘞，哦，很厉害。OK， 谢谢。Thank you. 所以樟宜呢，的确是它是一种种类的树啦。樟宜呢是其实我觉得很可爱的，就是你们不懂你们晓不晓得，就是日本军呢攻打新加坡之前呢的，就是因为他们进新加坡，当时是我记得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二月七号还是二月八号吧，就是当时那是。我还记得当时是那个我们的华人新年 ，our Chinese New Year 啦 ，when Japanese was attacking the Singapore， right？ Before they arrive into Singapore， a few days before they arrive 啊，就是日本军到新加坡之前呢，其实在樟宜呢有一棵樟宜树，那个樟宜树呢是在新加坡那是全岛最高的一棵树，所以当时那个英军呢，他们就把这个樟宜的树呢把它砍了下来，为什么要砍下来呢？因为呢，如果你把那个树呢，那个这么高的树、哦、放在樟宜那边的话，日军从罗佛州或者是从新山那边呢，用他们的那个望远镜来看的话呢，他们看到那棵树、哦、可以用那个树来
来做一个指示，这样说哦，阿嘎阿嘎那边是蟑螂，所以他们可以用那个用这个讯息来说来炸一些不同的地方这样。所以英军是把这个树砍掉，不然的话对英军的那个对英军没有利啦哦。So they had to cut down the Changi tree, right? That was a very tall Changi tree, yeah. The Changi tree, the British cut it down to prevent the Japanese from using it as a marker for bombing, lah. Okay. 讲到樟宜，哦，大家第一个想到地方是什么？樟宜对吗？樟宜啊，Changi.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Changi? Very simple, lah. Changi Airport, right? Wow, everybody also think of Changi Airport.You either think of the best thing or you think of the worst thing, 对吗？讲到樟宜，你要不就是想最好的东西，不然就是想最不好的东西啦。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我在指些什么东西。OK,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不用紧 ，It's OK,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So if you don't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never mind, I tell you later on. OK, now 讲到樟宜机场 or talking about Changi Airport, right? I want to ask everybody this question.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介绍樟宜机场之前，我要问你这个问题。OK, 我要问的问题就是and the question I want to ask is how many commercial airports have there been in Singapore throughout our history? 在我们的历史里，新加坡有多少个商业机场啊？商业啊，不是那个军，不是空军用的机场 ，OK? 商业机场，来大家。来来来来，卖牌子哈，阿嘎阿嘎哈，滴干滴干选答案哈，那些不知道的就选到哈，那些选到的话，我就带你去坐飞机哈，机票你付啦，我只带你去而已 ，OK？ Jan， 你是说有几个 terminal 是吗？一个 terminal 是一个机场？机场不是樟宜机场之前，我们还有多几个机场，你知道吗？我们还有其他的机场哦，之前。其实那些可能对一些朋友可能不太认识我们机场的一些故事的话，你知不知道今天呢、啊？就是今天哈、哦，我们在新加坡有两个商业机场啊，现在有两个商业机场啊，像是现在。但是我现在问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历史里头，我们的历史啊，新加坡的历史里头有几个商业机场 ？OK， 好，我跟大家。我先 end 了啊，总共有14位朋友，答案了 ，OK， 有四位朋友说是说两个机场，有五个朋友是说四个机场，有三位朋友说三个机场，这到底答案是几个？我们一起数好吗？我们现在一起数好吗？樟宜机场啦，现在是樟宜机场对不对 ？OK， 刚才我说现在有两个机场，第二个机场是哪一个机场？现在商业机场有多一个小个的。Seletar机场啊，但是 Seletar 机场虽然说是商业机场呢，但是它是一个私人的商业机场，就是说如果你是很有钱的那个有钱人，那你自己买了一辆飞机哦，小的飞机啊，你跟你家人坐的哦，你那辆飞机是在哪里parking？ 不可以 parking 在樟宜哦，也不是不可以啦，是太过贵了啦，所以他们会 park 在那个其实也不可以啦，他们会 park 在 Seletar机场啊 then。樟宜跟舍利达机场的之前还有多两个机场是哪个机场？有人猜吗？加冷机场。帕亚利巴什么什么？帕亚利巴 Airport， right？ 帕亚利巴 Airport 是第三个，对对对，还有多一个。加冷，对，加冷，耶！所以答案是四个商业机场。我们历史里头啦，历史里头有四个机场 ，OK。Kallang, Paya Lebar, Seletar, and Changi Airport. OK. 但是现在回到我们的樟宜机场哦，我想让你们看一些我很怀念的一些照片啊。哦，我想先介绍这个怀念的照片。这个照片让我想起真的是1990年嘛，1990年代那时的那个Terminal One 哦 ，This is the Terminal One in the 1990s 啦。我还记得这个水呢，是从那个中间的那一个部分，它有那些线嘛，对不对？它的水就慢慢流下来。当时我是小孩子，我看到这个，看到它这个，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哦。但是跟现在比起来，当然是哇，
一个天一个地啦，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大家还记得这个机场，记得这个停车场吗？大家还记得这个停车场吗？我本身我对这个停车场很怀念 ，OK， 很怀念哈、哦。你看那个左手那个这个照片的右手边，哦，这个是他的那个 control tower， 哦 ，control tower 就是他那个他们这个管理那个飞机进出的那个工作呢，就是在这个很高很高，这个是我们樟宜机场的那个标志啦，哦。Then this is the symbol, right? The Changi Tower, control tower. Oh, then behind the control tower, there is this airport lah that is very, very nostalgic. I think everybody here been to this airport before. 我可不可以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看过这个停车场，至少有看过一次啦，哦，对吗？那些没有看过的，等一下再跟我讲好吗？哦，但是，今天这个停车场变成什么样子了呢？变成什么样子了？ Does anybody know what this car park has become today? Oh,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next photograph, okay? 哇哇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哦、oh, ，大家看一下这照片。哇，到底樟宜机场到底是有多大的变化？我们的那这个照片的那个左手边呢，是差不多1980多年拍的照片呢、啊，差不多快要90年代的那个照片。哦、oh, ，then 右手边就是最近刚刚拍的啦，2019年，大概也2019年、2020年拍的这个照片。哦、oh, ，you take a look at this photograph that gives you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1980s and 2020 啦。哦、oh, ，so different 啊 ，so different 啊。啊 ，OK， 讲到樟宜机场呢，我今天想跟你们介绍说。樟宜机场里头，免费我们可以去 enjoy 的一些地方，可以吗？之前我有问过大家嘛，你们跟我一起导览，最喜欢看到的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就有很多朋友说他们很喜欢自然，所以 right， so earlier on I was asking, I think a couple of tours ago, I was asking everybody, what do you like to see most on the tours?And a lot of people say nature. So today I want to introduce some of the places in Changi Airport that is free for us to visit. Free 啊，免费的哈，可以去的。第一个就是在樟宜机场里头呢 ，Terminal 一、Terminal 二、Terminal 三跟 Terminal 四，总共四个 Terminal 对不对？有四个 Terminal 啦，四个 Terminal 啊，四个 Terminal 里头呢。总共有11个公园，大家知道吗？有11个公园啊！对，那这个11个公园呢，虽然说不是每一个公园都我们可以很自由自在的进去这个公园，因为有些公园他们是在那个过了那个 passport 的那个关头啦，过了那个 passport 的关头，过了那个 immigration 的关头之后，你才可以去到那个公园。但是大多数的公园都是在外头。Okay, most of the gardens that is free, they are outside the immigration counters. But there is a few that is inside the immigration, past the transit point, so we cannot enter so easily. Now, 这个公园大家不懂有没有去过？这个是叫仙人掌公园 or the cactus garden. So this is one of the free gardens that we can access at the rooftop. Okay, and then of course, okay, this one, 这一个呢就比较困难进去啦。因为这一个是过了那个要 drop passport 之后才进去了之后才可以看到这个公园哦。有谁去过这个公园 ？Anybody? Enchanted Garden. OK， 它这个公园的名字是叫 Enchanted Garden。哦，明芳有去过，我嘿，明芳姐，这样我就不需要带你去了哈。哦、OK， Enchanted Garden。连这一个公园呢，是我没有啊，这个公园是在外头，谁都可以去的。这个是那个太阳花公园，太阳花公园 ，Sunflower Garden，Sunflower Garden 啊。这一个我相信这个是在里头，这个不在外头。这个是 Water Lily，Water 水，这个是水莲花的那一个公园 ，Water Lily Garden 啊。Now， 总共有这么多公园哦，所以希望你们下一次去樟宜机场的话呢，眼睛开大大。去找这些公园去享受，而且去拍照哈。那我想让大家看这个 video。那这个 video 呢是樟宜机场里头呢其他免费可以 enjoy 的那些
其他的那些项目啦。Everybody take a look at this. This is a free, this is another free program that you can find inside the Singapore Changi Airport. Okay, all right. What is up? I am about to ride the giant slide. I gotta go through here and then scan. Hi guys, I'm about to go on this. Yay! I'm excited. And here we go! Go! Okay, 大家哦，看了那个 video 之后哦，会不会想跟我一起做那个 slide 这个滑流这个流这个 slide 啦？我不懂中文叫什么 slide. What do you call slide again? 来 ，let's take a look 啊 ，slide 叫什么 ？slide 滑动，真的叫滑动吗？Okay, anyway, okay, 那个 slide 或者是滑动。我是看这个 dictionary 跟我讲的啦，是连大人都可以做，小孩子都可以做。它是世界啊，就是全部的整个世界哦，世界里头哦，在就是在大厦里头的最高的那个这个滑动哦，这个 slide， OK， this is the world's highest indoor slide in the world， 哦， indoor slide in the world。Now 除了公园除了 slide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呢？还可以看艺术也是嘞。大家看一下我拍的这个这个艺术品哈、哦。Take a look at this artwork. ten:32, 怎么写？快十分钟了，时间了。它不单单是时钟，你要看它的那个，你看它的那个它的这个表演。Take a look at the performance 啊。喂，等一下啊，你看。你看他的那个浪，他有那个灯，有一个很漂亮的那个感觉，你看一下那感觉啊。有看到他的灯吗？有看到他的，就是他很像波这样 ，it's like a wave of lights， 所以全部都是靠着那个钟的那两只针这样哦，他的针全部都是用电脑去设好的。都是设计好的，就很漂亮，很漂亮。所以大家呢，去樟宜机场呢，不要单单只是去看飞机哈、哦，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看，可以去做的哈、哦。So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o do at the airport 啊。OK， 刚才呢，我们看了这个照片，对不对？你们看一下哈、哦，现在樟宜机场，我们刚才你看到跟我不是有介绍我们的那个控制飞机进出的这个塔，对吗？啊，这个塔。连这个塔呢，现在后面之前是那个停车场嘛，现在已经改成是 Jewel 哦 ，Jewel 的那个张仪的这个药星什么药星还是 Jewel 很药 Jewel 啊 ，Jewel 叫什么？新药哇，很漂亮嘞、欸。OK， 我们看到。哇 ，OK， 等一下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OK， 大家看你的荧幕 ，Everybody take a look at your screen 啊 ，take a look at your screen. Now, I want to ask a question. How much was spent building Jewel? Now, 建造 Jewel 花了多少花了新加坡的政府多少钱？也是花了我们人民的那个我们的税啦，花了我们的税多少钱呢？去建这个 Jewel， 你觉得多少钱？有人选10亿啊，10亿250万吧，10亿250万，有些人是选了2000万，有些人是选了30亿，有些人是选了不同的答案啊，我们看一下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answers, okay?
Wow, most of you chose $1.25 million, which is 13亿, 差不多靠近 13亿, 这是对的, 你可以后面已经写了那个答案, 哦, OK, 后面已经写了那个答案, OK,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video. Singapore's Changi Airport has already snagged the title of world's best airport for 7 years running, and its newest expansion is only tightening its grip on the title. 已经我们达到了那个世界最好、最漂亮、最好的那个机场的那个奖了，我们拿了七年呢。 In April 2019, Changi opened up Jewel, a lifestyle hub for the airport. The massive donut-shaped building sits between the control tower and Terminal 1. It took more than 4 years and $1.25 billion to build the glass and steel dome that makes up Jewel. Part luxury mall and part indoor rainforest, here's a look inside the complex, making layovers more fun. Built on what was once a parking lot, Jewel now covers 1.46 million square feet. It stands 10 stories tall, with 5 stories below ground and 5 above. 它里面总共是十层楼，五层楼是在底层，五层楼是在底上。 280 shops and restaurants circle the perimeter of the glass dome. 还有电影院，还有酒店，还有这一个 a cascading funnel of water drops 7 stories through the core of the building. 总共是130层高，是世界就是在室内里头的那个瀑布，世界最高的瀑布啊。 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其实这一个在 Jewel 里头的最高的那个瀑布，最高的瀑布的这个奖呢，拿这个奖之前呢，第二就是之前最高的那个瀑布也是在新加坡，就是在那个一个室内里头的那个瀑布，其实之前是在那个 Garden by the Bay 之前最高的瀑布其实是在 Garden by the Bay， 就是那个 building 里头的啦。然后它的那个水呢，是全部都是那个雨水来的，他们都是收住那个雨水，然后用那个雨水来做这个很漂亮的这个感觉。 60-degree light show projected on it. Surrounding the rain vortex is a four-story indoor forest. 那一棵一棵树，总共有900多棵树呢，他们种了在里头，900多棵树。 Shrubs from around the world make up the tiered gardens.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walking trails. They're open 24/7 and they run through the gardens past waterfalls. The airport suggests allowing a half hour for each trail, but maybe allow more time based on these crowds. Don't feel like walking? The sky train weaves through the forest as well. 你还可以坐他的那个 MRT 啦，不是 MRT 啦，坐他的那个 sky train， 他们是叫 sky train 是什么啊？天空的那个火电，天空的电车啊。sky train 就是可以坐这个 sky train 呢，可以在里头还可以经过这个瀑布呢，还有经过这么多这么漂亮的这个情景啦。 Because it's still an airport, there are early check-in kiosks and counter. 你要上飞机的话，你还可以在这边上飞机也是。你还可以 check in 你的那个行李在里头。除此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不同各种各类的那很多不同的很特别的地方，可以给年轻人啊，可以给小孩子啊，也可以给大人去观赏，还有去玩的一些部分啊，很像这个。 160层长的那个这个桥，还有一个桥，它这边全部是玻璃的，所以你是走的话，你还可以看下去，这样哇，觉得很感觉很吓人这样。
couch that'll hang 75 feet off the ground. Sky nets for bouncing and walking will be as high as 26 feet above Canopy Park. A hedge maze, mirror maze, a topiary walk, and slides will top it all off. But with 65.6 million travelers passing through, enjoy 啦，还有。除此以外呢，我本身呢自己也是有趁这个机会去走竹屋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去竹屋那个时候是刚刚开幕的时候嘞，就是2019年的差不多六七月啦，我去了，他们只开了一两个月，哇！我跟你讲哦，吓死人了，人山人海。所以这个是阿嘎阿嘎，差不多晚上七点这样，然后他们那一个瀑布呢，他们一天。从早上11点、到晚上10点呢，它每一个小时呢会有一个会有 show 啦，会有用灯、用声、用音乐跟很多不同很特别的效果来造成的这个 performance。So at night itself, so every day itself from about 11 a.m. in the morning to about 10 p.m. at night, there is performance every hour at the this waterfall. The waterfall is called Rain Vortex. Rain Vortex. Then大家我不懂你们还认你们还记得不记得这一个这个餐馆叫 A&W 哦，我小时候那时候很喜欢吃。And A&W 呢在新加坡已经他们已经把全部的那个餐馆已经关了很多年了。但是这个如何开幕那时呢，他们就重新开了一间。And 当时呢开的那一间在如何，你看他的那个排长龙啊，排到多长。Take a look at how long the queue is for A&W after opening, after having closed for so many years. Then 这里还有酒店，我跟朋友一起来观赏。Then 然后呢，这里呢还有游戏可以玩的哈，他们这里还有游戏可以玩的。很像你看我这个照片，我拍的这个照片哦，这个游戏是什么游戏？是他看你的笑容。你的笑容有多么漂亮，那个电脑就会给你几分这样。然后当时我是跟三个人一起比较啦，我好像是赢大家了，因为这个电脑觉得我的笑容是最漂亮的，你觉得呢？ So there are also games within the jewel as well. So there is this kind of games that helps the computer measure how beautiful your smile is. I think I won the other two persons. Smile, nice or not the smile? Okay, then 第三个地方我想带大家去的是这一个地方。大家知道 Jurassic Park 是什么吗？ Jurassic Park 听过这个东西叫 Jurassic Park 吗？ Has anybody heard of this thing called Jurassic Park? 之前有一个电影很有名的电影叫 Jurassic Park。Jurassic Park 它是恐龙跟恐龙有关系的一个电影啦，很有名，很出名的电影。像这个很出名的电影呢 ，this very famous movie， 为什么会在樟宜跟樟宜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一下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video。现在在樟宜呢，有一部分，其实有一大部分呢、就是靠近这个机场，在机场的周围呢，他们现在新加坡政府呢就在那里建了很多不是那里啦，其实全岛啦都建了很多这个瀑布，就不是瀑布，是能走行的那个走行道，还有骑脚车的走道啦，然后呢，在这个樟宜的部分呢，他们就特别建造了这些恐龙的这些。这些，他们就 decorate， 就这里就放了很多这些恐龙在这里啦，给大家骑脚车或者是走行呢，可以跟这个恐龙一起拍照啦。
所以呢，现在 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一个一个游览的一个地方了、哦、一个蛮有名的一个地方了。现在哦，连最好我觉得最好去 enjoy 这个地方的，就是用骑脚车去去走这个地方嘛。我觉得还真的还蛮不错的。刚才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刚才有没有看到这个恐龙？那个在鸡蛋里头的那个恐龙？嗯，等一下啊，我让大家看啊，这个，你看一下这个哈、啊，可爱吗？可爱哦，很可爱哦，啊，但是哈、哦，你看这个恐龙很可爱啊，但是呢，有些人呢，就觉得这个恐龙很太过可爱，到他们去做一些我觉得不应该做的一些东西啦。So this dinosaur is very, very cute, right? Oh, very, very cute, huh? Very, very pretty, very, very well done. But some people think that it was so pretty that they decided to do other things to the dinosaur, which I think is not very good. 不好意思哈，声音我把声音大家的声音关掉哈，一次哈，不好意思啊。Okay, 谢谢。Now, take a look at this. 大家看一下这个哈，看一下这个照片。很可惜啦，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有些人就真的是没有用，不懂是吃了些什么东西，或者是也不能再想什么东西了、哦、就去把那些牙齿啊剥掉啊，把牙齿剥掉啊，连这个我不懂是安迪还是什么啦，完全就很感觉很没有什么去想，没有什么想法的人呐、啊，就去骑着这个恐龙了，一直在上面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啦，然后那个新闻报了之后呢，很多人就讲他就去讲他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讲人家之前，我们自己要想我们自己了、哦、外面的这些公物呢，就特别建造给我们大家去享受的一些东西呢，我觉得要去珍贵他们了、哦、不可以去做这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觉得很幼稚啦，又觉得很让国外的人看到之后就觉得，哎哇，我们新加坡人很没有教养的感觉、哦、你会觉得。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啦，看这个，看到这个情形。OK，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去那个樟宜 Village， 就是樟宜的这个小村的附近呢，去走一趟。但是我们去樟宜的这个 Village 之前呢，我要问大家，讲到樟宜小村子呢，樟宜村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也很恐怖，很恐怖的地方。In Changi Village itself, there is a very, very famous but a bit scary place. Does everybody remember this place? 大家还记得樟宜这个医院吗？樟宜医院。樟宜邦哥啊。Yes, Mr. Sam, you remember not? Changi Hospital. Yes, yes. Have you been inside before? No. Pass by. OK， 我问 Mr. Sam 他有没有去过里面哦？他讲说他没有哈、哦。那我本身我有去过一次啦，我去过一次啦，一次啊， 年轻时候。So I went there when I was young, one time 啊。We went there at about 10 plus at night 啦。我当时去是十点多啦。Now 樟宜医院哦，它最有名的故事，最出名的故事啊，是鬼故事很多。Okay, a lot of ghost stories are famous for ghost stories. Okay, a lot of ghost stories are people talk about, oh, there are sounds of like people calling, you know, there are also doors opening. So, 听了很多鬼故事啦，就说哇，里面呢有你看这个照片啊，你看这个照片你就感觉到，可以感觉到了啦，哦，可以感觉到有一个感觉，这个照片拍得很漂亮哦。就哇，有水的声音啊，有门开的声音啊，有人的声音这样哦。很有点恐怖了哈，真的是有点恐怖了。所以我觉得樟宜医院呢，其实它变恐怖之前呢，它以前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来哦。它其实是1930年前建造的啦。然后之前是因为它附近呢是英军的那个军地，所以英军的军地的附近呢一定要有一个医院嘛，哦，不然的话出了什么状况的话呢，他们就有医院可以治疗嘛，对不对？那你看他现在的那个医院的这个旁边呢，就有这些
这个是佛教或者是道教的 这些符啦、哦 so today you can see all these Buddhist and Taoist amulets that is hanging at the around the fencing lah, which kind of gives you quite an eerie feeling. So 你看到这些就觉得哇有点哇真的是毛孔损然的那个感觉、哦啊、你看再看一下这些照片的话真的是可以告诉你一些可以让你更加的感觉到哇其实樟宜医院到现在为止呢它站到今天为止都还在那因为政府还没有真正还没有去考虑说到底要怎么去利用这个医院呢、当然这个医院呢、政府很想 保留它 so the government itself although they haven't exactly know what they want to do with the Changi hospitalthey do know that they want to conserve it lah. Right now they are planning on what to do. 所以现在政府呢他们还在考虑说到底要在这里怎么利用这个来保留这个医院来有什么来带给国民有什么好处啦。好所以我们期待一下他们到底会有什么计划在那里。So we canlook forward to the government's plans when they review what they're going to be doing with the Changi Hospital, all right? Then, 那个 near the hospital, or 靠近那个 hospital, 这个医院呢就有这个村叫 Changi Village, 樟宜村哈。我们看一下樟宜村的之前的那个，哇，这个是1920年代拍的那个照片哈，1920年代拍的照片，你看那个这辆车。Aga Aga can tell you this feeling. So if you look at this car itself, you can roughly guess if this was taken in the 20s, maybe the 30s, so 20s, 30s 拍的这个照片、Now, 20年代跟30年代前的那个樟宜的这个樟宜村呢，现在的樟宜村比起来的那个感觉是怎样？ So if you compare the two villages of two different times, what does it look like today? Oh, today you have like a HDB flat behind, HDB flat,Then you also have a very, very famous hawker center. 樟宜村呢现在呢就已经都已经没有钢崩了、已经没有钢崩。虽然说它还保留了一些黑白屋、有一些那个英军造的黑白屋还有英军留下的这些就是以前军营用的一些大厦呢他们还有保留着。Then 以外呢、除此以外他们还有建了现在就已经有 HDB 啊 then 又有一个很有名很出名的这个小贩中心 so other than the so there's no more kampongs lah today only left black and white houses then but you also have HDB flats and a very famous hawker center now talking about the hawker center 讲到小贩中心呢等一下我要介绍小贩中心的特点、哦、now before we talk about the hawker center's specialityNear the hawker center, there is this artwork. 靠近那个小贩中心呢，有这个艺术，这个艺术雕品。你看一下这个艺术雕品有多么可爱。你看一下这些年轻人怎么跟这个雕塑怎么拍了这个很特别的照片。好，如果你们也去樟宜的附近呢，也要趁这个机会来这个很可爱的雕像，跟他一起拍照好吗？如果呢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的话呢跟这个照片一起拍的话你拍了之后你要跟我分享哦。So if you have a very creative idea itself, please come and take a photograph together with this sculpture and show me the picture, okay? So that you can share the idea with me too. Then, of course, near the sculpture, 靠近这个 雕塑呢也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刚刚他们现在建的这个走廊啊，建的这个很像以前感觉很像 Geylang 一样的这个走廊这样哦。然后他们是叫这英文是叫 Broadwalk。然后他们是这个 Broadwalk 呢，或者这个走廊呢，它是靠着那个樟宜村，然后在那个海边直直这样走下去。然后呢，不管是日落啊，或者是 sunrise 的话，你们都可以来这边拍很漂亮的照片哦，都很漂亮。然后当然讲到刚才的小贩中心呢，小贩中心最有名的一些东西，在这个照片里头已经拍下来了哈、哦。沙爹米粉，沙爹米粉在那边很有名。
Then 除此以外, 那里的海鲜, also very, very famous. The lor mee is also very, very popular, I heard. And also the nasi lemak is very, very popular. Last but not least, 最后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它在那里呢, 虽然说不是在小贩中心里头, 但是在小贩中心的附近的靠近呢, 它有一个小小的kopitiam, 它kopitiam里头呢, 有一个很有名很出名的, 很老很老的一个, 西餐店, 西餐店, 啊, 是不是在下雨啊, 现在, 还没下雨啊, OK, 西餐店, 对, 对, 西餐店, 哦, then, 尽量, 哦, 你们去, Changi Village的话呢, please, please, go and enjoy the hawker food, 哦, OK, then, 当然讲到, 江宁, 村的话, Changi Village, we have to talk about the Changi Jetty, 哈, 要来, 这个码头, 小小的那个江宁码头, 来坐船去哪里呢? 坐船去哪里呢? 坐船去布劳乌宾, 去乌明岛, yeah. Now, 但是现在呢, Changi Village, 哦, 这个江宜村呢, 更有名, 更出名, 更出名的一个活动, 就是很多家庭, 就是, 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啊, 或者是, 情侣啊, a lot of couples, a lot of families, they like to go to Changi Village to do staycation. Staycation. 大家听过吗? 现在的那个家人呢, 家庭呢, 或者是, 情侣, 他们都很喜欢去, 住新加坡的酒店, 啊, 住新加坡的酒店, 啊, go and stay in the hotels. And then in Changi Village, there's a very famous hotel with the swimming pool that faces a very, very beautiful forest and sea view 啦, 有一个很有名的酒店呢, 它的那个游泳池呢, 就是那个这个, 哇, 绿化跟海, 海, 跟这个海, 的情景可以看到的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那个游泳池 啦, 所以这边就现在变得很有名 啦, 很出名的地方了, 现在。 Then, 大家晓不晓得呢, 我们新加坡, 最有名, 而且最厉害的这个军团, 我们的军团啊, 最厉害的军团呢, 的那个, 他的那个军营, 现在啊, 不是那个英军的军营啊, 是现在我们新加坡军的其中一个军, 很有名的那个军, 兵营, 在哪里呢? 在, 这个江宜村的附近, 他们的那个, 训练呢, 是训练我们新加坡的精英, 我们看一下这个精英呢, 这个, 他们的训练, 好吗? 大家有听过 commando吗? Commando 有没有你们的孩子, 或者你们的那个, 家人, 也是之前是在 commando军营里头训练的呢? I've heard so much about the famous nasi lemak at Changi Village. Everyone's been talking about it. And I'm here today to hunt it down. Let's see who can help me find it. Hey, m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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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are you calling mister? He's in jail, understand? Sorry, Jay. I didn't know. 来,我们看一下哈。 For more than 40 years, the area of Changi has been home and training ground to the Singapore Commando. 这个commando的精英已经在这里了,在江宜村. Then 他们呢, 是我们的新加坡的精英. 然后大家还记得这个 SQ117吗? SQ117班机, 当时被了那个恐怖分子, 就是出了一些状况,对吗? 其实当时呢, 就是, 我们的那个commando呢, 救了那些在那个飞机里头困着的那个, 我们的人民啦, so the commandos were known to have saved, for example, people in the SQ-117 flight. I don't know whether you all remember. Protect the British troops away from the diseases. Therefore, they built one of the largest military base here in Singapore with architecture that's cleverly adapted to the climatic condition of the tropics. Changi became known as a beautiful paradise and a model company. 之前的那个commando军营呢,就是英军的军营啦。 连现在这个红色的这个地部分呢,在那个江宜村的旁边,就变成commando的军营。
Singapore Commandos. Before we proceed, we need a crash course. You know, 这东西啊，要大家要知道，就是Commandos没有跳过、跳伞过两至少两次。 连他们的这个军团呢，已经赢了三十次哦，新英新加坡军最强的那个军团呐、啊，连这个是 SQ 117的这个故事啦，1991年的，1991年的呢，哎，sorry，我按错，哎，再回来这里啊，这个 SQ 117的这个1991年的30秒内，他们就救了那些在飞机里头的困扰困着的人呐、啊。 Barry is a symbol that's synonymous with the LMP of Special Forces. 其实世界哦，上都是啊，这个我要跟你们讲，刚才我讲的那个帽子哦，其实是世界的那个不同国家的那个他们的那个精英啊的军人哦，他们的 commando 啦，他们全大概全部都是用红色的帽子的哦，大概啦哦，then 这个是一个点心啦，我们的一个 dessert 啦哦，一个冰的一个 dessert 哦。 这个是叫红茶龙眼dessert 啦，哦，它这个 dessert 在只有在樟宜的那个小贩中心才可以吃得到，因为它这个 dessert 呢是特别为 commando 他们造的设计的做好的那个 dessert 哦。So this is a very very special dessert that is made and named after the commandos that are training in the area.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is very special lah about the area 哈啊，对哈，这个很，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樟宜机场、樟宜不是樟宜机场跟樟宜村的附近呢，就有一个这么特别对新加坡人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军营啦，哦，在就在这里也是。然后呢，对新加坡道教或者是佛教的朋友们呢，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庙也是在樟宜的这个樟宜村的附近，哦。 罗阳短背公庙。So near the Changi village itself, there's also a very, very famous place for a lot of Singaporeans who are Taoists, who are Buddhists. And actually, not just for Taoists and Buddhists, but also for people of other religion also. 刚才我说到道教跟佛教，但是除了道教跟佛教以外呢，其实还有其他的那个 宗教，其实宗教，其他宗教的人呢，也会来这个庙去拜拜。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Do you know why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of other religion that will also go to this temple to pray?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video. Is a key component of Singapore's small land size membership are often proximity. It's in part of Singapore that Ahmad Khan has the story. It looks like just any ordinary temple from the outside. But once inside, the difference is apparent. The Loyang Tua Pek Kong is one of the few temples in Singapore that is open 24/7。在新加坡，你知不知道，只有少过五个种族的那个，就是他们自己拜神的那个庙啊，或者是他们的那个，他们很重要的那个地方呢？ 就新加坡只有少过五个地方呢，是24小时开着的嘞，24小时开着的。罗阳短背宫是其中一个庙，但是现在疫情中呢，他们没有开24小时啦，疫情中就没有开24小时。OK。 他这个里头他是说呢，他总共呢里面呢不是一个宗教嘞，总共有四个宗教呢在这个庙里头，四个宗教啊，so there are altogether four different religions inside this temple. We have three religions in one place. Okay, come, I bring you go see our main god, Tua Pek Kong. Tua Pek Kong refers to the god of prosperity. 首先呢是道教的大背公，大背公，大家都是有些人是拜大背公是为了求财也是哦，求财。 Feelings. It demarcates the different religions and faiths within the temple. The Taoist section has the yin and yang symbol. While this symbol, which represents Buddhism, is one of the biggest in the region. So this part is Buddhism. This is the water element.
他的 symbol 啦，哦，他就告诉你这边有道教，有佛教。Under this ceiling, there's what the temple calls the Chinese Malay Shrine. 大家有听过拿督宫吗 ？Have you heard of 拿督宫 before? 拿督宫 before? So 拿督宫 interestingly, it belongs to the Muslim, it belongs to the Muslim community originally 啦。啊，原本就是我们的马来总朋友们，他们以前的马来朋友们，他们会以前会拜这个叫拿督宫的这个神灵啦。它可以算说是一个本地的一个很本地和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一个很本地的一个神灵了哦，但是现在的马来，当然我们现在的马来朋友呢，他们已经不拜拿督，大多数的马来朋友都不拜拿督公了啦哦。哎，说拿督公可以说是代表着拿督公是 can say that it represents the Muslim community 啦。Then, what about this particular religion here? Represents the Hindu community, the Hindu community. Then 之后呢，我们已经看过道教、佛教，还有这个跟我们 Muslim, 我们的马来朋友有关系的那个神灵。Then 第四个这个呢是那个我之前有介绍过，对不对？那个半象还有半人的那个神灵，就是我们的Hindu教的那个神灵Ganesha, Ganesha. 所以我觉得这个洛阳大悲宫呢，我觉得很特别的这一点呢，就是有这个四个不同的这个种这个 religion 在里头哦。So altogether there are about four different religions that you can find inside under one roof 啊 ，that I think is very very unique 啦。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代表说新加坡的这个特点，就是我们新加坡不管你是什么不管你是什么。种族啊，不管你是什么，你是拜什么神啊，啊相信什么什么神啊，在新加坡我们觉得都是都无所谓的哈，真的是无所谓的。我觉得这个是新加坡的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特点啊。Then 讲到庙之后呢 ，after talking about the temple， how about we visit a church？ 好，讲到庙之后呢，我们去一个教堂好吗？这个教堂呢就是 Changi Chapel and Museum。Changi Chapel and Museum. Now Chapel 呢，就是指说这个就是Christians 呢，或者是 Catholics， 他们去拜他们拜的一个地方，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不是一个 church 啦，跟那个不跟教堂没有的比较啦，它比教堂小很多 ，OK。然后就是一个很小小很小个的一个小小一个地方这样。但是这个Changi Chapel 呢，很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一个我中间建用木建的这个小小的小屋，这个木屋呢，它其实是一个很久以前，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呢，英军跟澳洲兵啊，跟这些纽西兰军呢，被这个日军呢，他们被关起来嘛，就是在樟宜关起来那时呢，他们就在这个樟宜的这个 prison 里头呢，他们就建了这一个小小的木屋，他们就用这木屋来拜就拿来拜拜咯哦，所以他们这个设计呢，今天呢，他们就把它重新建造了，在外头就是在那个这个 jail 这个 樟宜 prison。的外头监狱的那个外头呢，重建的这个小屋呢，给大家了解说哦，以前呢英军呢他们在困在那个监狱时的呢当时呢他们建好的这个木屋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今天你去这个木屋呢你会看到这些很特别的这些小小的这些展览啊，哦。So today when you go to the Changi Chapel itself, you can see a lot of all these small little exhibits that tells the story of the World War II, the prisoners of war when they were kept inside Changi Prison, the chapel that was inside. What were some of the decorations like inside lah?Then now 除了这个那个小小的那个小教堂以外呢，还有现在他们最近刚刚开的这个重新开了这个博物馆啊，重新开了这个博物馆。So recently they just opened up a museum
at just nearby from Changi Chapel. They just recently opened up after 2 years of renovation. So they used about 2 years to rebuild this museum. Hi. Then, 除了博物馆以外呢, 江宜, 最有名, 最出名的, 另外一个, 最后一个地方是什么, 是哪里, 大家知道吗? 就是我们的 江宜监狱, 啊, 江宜监狱, 江宜监狱的, 这一个, 这个大门呢, 跟这个塔呢, 这个塔, 这个大门呢, 今天已经被新加坡政府呢, 保留起来了, 已经被保留起来了, 哦。 So if you didn't know this, right, the Changi Prison Complex, the main gate, this main gate, today has been conserved b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conserved already, so they will not tear it down anymore, okay? Of course, it's still being in use. 即使它是被保存着呢, 它今天还是在用着, okay? 还是在用着, 所以他们不会把这个, 不会把这个塔, 或者是个门呢, 把它拆下来, 不会啦, 哦。 然后呢，附近的这个感觉呢，已经变成很新的一个感觉。 So they have really upgraded the entire area. Today the Changi Prison itself has really changed a lot. So this is the feeling around the estate today. Feeling around the estate today. 但是哦，this is the gate that has been conserved. Now 今天带大家在江宜导览的结束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Singapore Prison Service Captain of Lives 这边有一个大厦叫新加坡 Prison Service Captains of Lives 我本身呢，现今天很相信这说，就是说不代表说你犯过错进去监牢或者进去监狱之后呢，出来就是代表说你是一个坏人，代表说是你是一个没有救的人。 我本身我今天不相信啦，我说如果我们呢犯了错之后呢，或者是有家人啊有朋友进去之后，或者是出来之后，我觉得他们大家都应该有第二个 chance， 有第二个机会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一个第二次机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啦。我觉得，我今天看到新加坡监狱呢，看到这些照片啊，看到这些去到监狱的附近啊，我都觉得。 不可以去，我们不能说哦，见过监了，见过监牢的人呢，就是犯错的人，我们不可以给他第二次机会 ，right？ So I think we need to give people who have gone to jail or who have committed mistakes, because who have not committed mistakes before, right? We must give them a second chance, lah. So I think that's the lesson that I want to leave everybody with.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啦，想跟大家分享的哈。所以我到现在为止的这个今天在江宜。 跟大家去导览的就到此为止。So today I bring everybody, and we finish over at Changi over here. So 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es everybody think? Everybody enjoy 呢？大家 enjoy 吗？今天的 enjoy，谢谢，enjoy，enjoy。OK，OK，OK，OK。你非常 enjoy 之前哈，我要问你们大家一些问题哈，问你们大家一些问题啊。 最后一个问题，大家看你们的荧幕，take a look at the screen 啊，last question，疫情结束后你最想做什么？当然我不可以放很多答案在里面了，我只能放四个啦，所以这个四个你选你喜欢哪吗？So for those people, 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What do you want to do when the pandemic is over? I only have 4 answers here lah, so not many answers. Help me to choose your favorite answer, can or not? 来，大家告诉我一下，让我有一个感觉，可以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好吗？全部啦，全部。全部哈。都要。两个都要。哇，很。Above all啦，above all啦， you must another one must put above all. Josephine, have you chose your answer or Josephine? Yes. You chose already. What about Miss Yu? Miss Yu, have you chose your answer yet? Wai Feng 姐 ，Cheryl 姐 ，Hi Caroline。 来来 ，choose 啊 ，choose 啊，小王姐姐，你选了答案了没有？小王姐姐选了答案了没有？林宏、雷文选啦？应该是选两个，还有朋友吗？我有选两个，你们很快。Yes, Suzy, have you already chosen 啊？OK， 没有办法选一个，就是很久没有出去了。
对喽，对喽，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啊。OK， 大家我们看一下哈，有七位朋友先选了旅行，有九位朋友说是与朋友和家人见面，然后有些人选了购物啦，还有go Johor Bahru for massage， not many people choose 啊，为什么啊？哎呦，我很想去嘞，我真的很想去嘞。哦，没有人想去 Johor 啊？哇啦，我想去 shopping 啊，去按摩啊，去吃东西，哎呦 ，so happy 嘞，哈。So this is what I really really want to do 啦，哦 ，this is really what I want to do。thank you everyone again. Now, before you go 啊，大家走之前，我想跟大家一起拍照，可以吗？可以啊。拍照。哇，明芳。Oh my god！ 大家也看一下明芳姐，哎呦，跟我一起打扮。因为我有罗斯宾，哇，我有明芳，还有大家了，大家不用紧，下一次。可以问一个问题吗？Jen。Sorry again。可以问你那个班纳梅拉 prison。跟 Changi Prison 是没有关系的是吗？他是后期才进到的是吗？他们是今天我以我所知呢，今天 Tanah Merah Prison 跟那个Changi Prison， 虽然他们的那个大厦是不同的地方啊，是有某个距离，但是他们就是管理这两个地方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 Singapore Prison Service 啦， Singapore Prison Service。这样很久以前是应该没有 Tanah Merah 的 Prison 啊，是？对，他们是不同的时间建好的啦。而且他们的用处也是有点不一样哦。就打个比方说，这样就是这样，女方呢，就是可能放在不同的地方，连男方就是放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是就用不同的这些地方来用不同的用处啦。喂哦，波一冰姐是，哇啦，波一冰姐也是放好戴好帽子了，还有戴墨镜啊，还有莲雾也是戴帽子了，哇。OK， 大家开你的 camera 哈，开 camera， 来大家开 camera， 不用紧哈，没有戴墨镜，没有戴帽子 ，It's okay， but you're not wearing a hat or you're not putting on your sunglasses， you still look very handsome and very pretty， OK， let's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Cheryl， don't worry， OK， we can take picture together next time， OK， all right， everybody， ready， 一二三啊，三。Yeah. 好，来，再多一张，二三，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要去哪里啊 ？Anybody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Next week. 大家想去哪里呢？下一个礼拜。你带我们去哪里就去喽。来哈，叫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去哪里？知道。下个礼拜我们去 Labrador Park 好吗 ？Labrador Park， 大家知道 Labrador Park 在哪里吗 ？Cambridge 那边。啊，对，靠近 Vivo City 啦，靠近巴西边疆那边啦，哦，那边有很多东西我想让大家看的。好，哦，这样我们下个礼拜就去 Labrador Park 吧。OK， 拜拜。谢谢 everyone， 拜拜，谢谢 ，Thank you， 谢谢，拜拜，谢谢李双姐，谢谢怀峰姐、黄姐、辛苦姐、周淑斌姐，拜拜。啊，雅思姐 ，Mr. Wong，Thank you for joining， please come 下个礼拜哈 ，Mr. Wong。老师，我想问你啊，我们要想要放那个 slide 啊，要怎样放相片放进去？放相片，有好多好多不同的那个方式呢。你是拿来用什么用处呢？好像给人家看啊，刚才你这样啊，我们拍的照片给人家看啊，用 Zoom 啊，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啊。你要的话，你就放在脸书咯，你放在脸书也可以让人家看啊。No， 他的意思是 how to share screen in the Zoom。Oh, is it to share screen? 是跟人家分享那个照片在那个里面？对呀。OK， 那我看一下啊。现在的Mr. Wong 啊，你现在的那个荧幕哦，我相信就是个软件啊，这个 Zoom 的软件的里头呢，我相信你应该没有那个选择，你应该没有那个选择。那个选择的名字是叫 Share Screen。
对，英文是叫 share screen 啦，中文是跟就是说你的跟你的朋友一起分享你的荧幕，分享荧幕啦。但是你现在呢？因为现在你是来我的那个，你是来我们的我们的 show 嘛，你是来我们的节目，所以你就没有那个选择。因为如果你有那个选择的话，你就可以按来跟人家分享哦。但是因为今天是我们的节目，所以就我们没有没有让大家有那个选择啦。好、哦，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呢用 Zoom 的那个软件来跟你的朋友去见面的话呢？你的那个荧幕的那个下面啊，你的荧幕的下面呢，它应该有一个青色的那个按钮，它的青色的按钮呢，那里是写着 share screen。但是那个不是给主持人 share， 我们不可以。它是有主持人可以共享。没有，其实呢，这个软件呢，打个比方说。明芳姐打个比方说啊，明芳姐呢，她要用这个软件呢来跟雷昏见面来聊天，免费啊。如果是一对一的话哦，是免费的，一对一是免费的。你用这个软件一对一是免费的，就是明芳姐跟雷昏姐要见面，然后他们要见面呢，来聊天是免费的。但是如果明芳姐要跟雅思姐、阿肯啊、美玲姐跟雷昏姐。四五个人、啊、就是多过两个人来见面的话呢，这个软件你就需要付钱的，你要付钱的。好、哦，但是这那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不管你是用免费或者是用付钱的那个这个软件的那个软件的话呢，你都可以分享你的那个荧幕。告诉你的朋友，你的荧幕在看些什么东西？对，很像说明芳姐跟雷昏姐呢，一对一，他们一对一啊，在聊天，因为他们不要付钱嘛，所以就只是一对一而已，就是免费啦。然后明芳姐呢，她要让雷昏姐看她最近去圣淘沙拍的一些照片。明芳的那个荧幕呢，她的那个这个软件的名字叫 Zoom， 对不对 ？Zoom 哦。你开了那个 Zoom 的那个窗口，你开这个 Zoom 的窗口，开它的软件，你开了软件，在你的荧幕呢下面，用你的老鼠或者用你的手指，下面应该有一个青色的那个按钮，它的那个按钮那边写着 Share Screen， 好、哦啊，中文翻译过来是分享荧幕，所以你按那个 Share Screen 的话呢？你的那个手机或者是你的那个电脑，他就会问你，你要分享什么东西？要分享什么东西？可以选的，我要选照片，我要选 video， 我要选脸书 ，Facebook， 都可以。好、哦，那么我希望我达到你的答案哦。啊，谢谢，懂了。你要试一下啦，我觉得主要是试一下咯，按一下，这边按一下，那边按一下，然后你看一下那个感觉怎么样？哦，正经的啦，随便按啦，也会爆炸的啦，没问题的。谢谢，拿去联络，我叫联络手吧。拜拜。好。OK， 谢谢，拜拜。拜拜 ，Take care everybody， 谢谢，拜拜。OK，Thank you， 保重身体，拜拜。拜拜。拜。